王力宏、李静蕾离婚后首次同框，一同现身法庭，两人均是一言不发，状态成功引发网友关注。37岁的李静蕾穿着一身白衣，头发精致挑染，口罩勾勒出又尖又微的下巴，虽然眼神有点迷离淡然，但不难看出妆容不错，完全不像是37岁的年纪。再看王力宏，一身黑色西装，内搭白色衬衫和领带，穿着十分正式。他从远处走来，身形气质不减当年，因为发型的缘故多了几分沉稳帅气。王力宏身旁跟着律师团队，出了法庭更是有一辆黑色商务车等候多时。在王力宏身边的正是其大名鼎鼎的大律师赖芳玉。赖芳玉曾是贾静雯、大 S、福原爱等多位女性的离婚代表律师，曾帮贾静雯要回了女儿的抚养权，帮大 S 拿下房产和两个孩子的抚养权，还帮福原爱挽回口碑，将儿子带去。赖芳玉接手王力宏离婚案后，王力宏的口碑也是肉眼可见的飙升，评论区满是对李静蕾的吐槽。据悉，王力宏此次